老宋又来到成田机场了，现在要坐的是7:55的这一班到高知的67B。We would like to ask all passengers on this flight to proceed to security check immediately. Thank you.东京羽田国际机场其实是真正在东京市的，也是日本第一座民航机场，距离市区较近，而大家熟悉的成田机场实际上并不在东京，而在千叶县，所以羽田就有点类似于上海的虹桥。羽田机场呢共有三座航站楼，T1主要是日航系的航班， T2 呢主要是全日空系的航空公司，而 T3 呢是国际航站楼，共有四条跑道。除廉价航空以外啊，基本上日航和全日空的大部分国内线都是从羽田机场出发的。现在所在的 T2 航站楼呢是五层式的建筑，这里是二层的国内出发层。东京的疫情其实一直在反复，前面又是1100多人了，那感觉这个出行的人还是挺多的，而且今天是周五啊，其实照理说应该是没有那么多人。先去拿一下票，哇，怎么又有一个人背着 Uber Eats， 蛮有意思的。他是要去送餐吗？刚刚感觉是一个小高峰的人过去，现在稍微好了一点。嗨，今天的是67B的登机口，67B应该是在这边。早饭还没吃，有点饿。虽然说感觉早上的这个挺舒服的，也挺凉爽的，但是现在实在是睡眠也不太好，所以搭早班机真的是有点崩溃。就是在旅行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累了的感觉，有点不是特别好。这边是到大阪的。
シートベルトをもう一度お確かめください。小さなお子様連れのお客様はお子様をしっかりお抱きください。一人でお座りのお子様のベルトもお確かめください。 高知龍馬空港に着陸いたしました。ベルト着用サインが消えるまでシートベルトをお締めになったままお待ちください。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landed at Kochi Airport. グループ船のバラバラ、玄関席のお客様と非常口の席のお客様をご案内いたします。高知 龍馬機場、本土龍馬の方向。高知站。 太大了。
くださいまして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のバスは上村橋経由四国之前已经来过四次了，高知倒是第一次来。虽然大雨，但依然期待雨天的旅行，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下一期老宋将从高知站乘坐特急阿西兹利号前往高知县西南部腹地斯瓦市。平天为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